这块是拼哪儿的？我在图纸上也没找到。我记得小时候和我爸一起拼好，也是一块不多一块不少，而且这个城堡的主题配色也是灰色米色，这多出来的这个红色好像不是原本应该有的。就只多出这一块？这类玩具多出几个拼件来很正常吧？是不是你们想多了？妈，爸去世后有没有人动过他的东西？从他病重开始，他的房间就是我在整理，没有人进去过。那个柜子也只有你爸亲自打开过。哦，对了，我听保姆说，半个月前，你爸倒是去那个柜子里倒腾过旧物。我爸从来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多出来的这一块，肯定有重要的信息。顾董做事向来都有他的含义，这块拼件的编号是0407。您知道有什么含义吗？0407，这是我跟你爸的结婚纪念日。那就更加说明了，只多出来这一块，不是巧合。你爸做事情一向喜欢打哑谜，这样。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拿着这串数字去找一找你爸的保险柜，看看是不是密码。好。